嘿，大家好，我是古今亚队，我们介绍一下韩版在5月17号推出的世界首领的一个调整哦。这次除了多了一个副本技能之外啊，像是魔王的奖励、世界王的宝箱还有掉落物都有调整哦。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一次的改动吧。好，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副本技能的部分。现在这一在世界首领副本里面使用副本技能咯。这个技能就类似我们的光剑哦，不过它不会消耗魔力哦，算是给玩家用来摸网的一个技能哦。所以出网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马上使用这个技能来摸网，摸到网之后看你要贴上去还是在旁边等哦，哦都可以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第二点哦，摸网的奖励，现在所有的世界首领都会给勇气凭证啊，勇气凭证就是会给200万经验值的那个道具哦。不过在中午的舞龙场次里面啊，里面的冰之女王还有不死鸟是不会给这个勇气凭证的哦。另外还有娃娃币的部分哦，娃娃币给的数量也变多了，从100变成200，直接两倍 double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第三点哦，世界首领的一个宝箱哦，这一次调整啊，宝箱也有改版啊，现在这个世界首领的宝箱必定会获得娃娃币哦，并且有几率会获得名誉币。那这个箱子除了娃娃币还有名誉币之外啊，当然里面还有很多的叶子道具哦，一些红宝石、绿宝石、龙之钻石等等的道具哦，都可以让玩家来开到。另外这一次还加码了高级的龙之钻石哦，哦里面可以开到我们的高级龙钻哦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第四点，就是掉落物的调整啊，这是 BOSS 的掉落物也有调整哦。现在 BOSS 有机会喷紫布、蓝冰箱、蓝娃箱，还有纯白万能药哦。所以这个世界网的一个活动哦，大家不要错过啊，搞不好就有机会打到紫布哦。另外听说啊，现在打世界首领是看攻击的次数啊，哦，使用攻速快的武器或者是技能，在输出上面的人就会比较高哦。那当我们的弓箭只是全场第一的话，哦，在 BOSS 喷宝物的时候，就有机会获得优先捡取的一个权利哦，搞不好刚好就被你捡到直播哦。好，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的介绍，介绍就到这边。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帮我订阅、按赞还有分享，感谢大家。我是古今，我们下次见，大家要记得订阅哦，拜拜。